演员要承受各种标签的重量，时间久了会失去自信。运动员要不断跟自己比较，遇到撞墙期会非常焦虑，对自己设限，觉得做不到。永远无法跨出那一步。跑步是一个人也是一群人的运动，自己才是最清楚自己选择的人。就算无法超越自己，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看自己。别担心，享受过程的每一刻，简单自然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坚持到底，你不是一个人。New Balance， 履历无所谓，舒适圈只管征服。